from here, some 2,000 miles away. That's where they live and work and play. We eat in the smart meals good, so that's why we sing all day. We're doing things the smarty way. But there's danger there, lurking everywhere, 'cause Gargamel will catch you if he can. Ooh, I hate Smurfs. That is true. I'll get you. I'll get all of you if it's the last thing I ever do.哎，你看，今天早上来帮我的忙，让你很快乐吧，小笨蛋。是啊，谢谢你，小矿工。你还帮我收集了石头。哦，你从来都不会觉得累吗，小矿工？哦，那怎么会呢？我只需要头上一盏明亮的灯光和十字镐就行了。哦，我真不敢相信，我到底撞到什么？天哪，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黑的石头哎！我看过的石头还不少哦。那你最好多拿一点啊，小笨蛋。我想老爸一定会很想看看这个。我的天哪，跟我预测的一模一样，今年的第一道冬季暴风雪会提早到这儿来了。我去告诉大家及早做准备。没错，绝不能暴露在暴风雪里。老爸，老爸。我和小笨蛋在矿工工作的时候，这些黑色的石头就从墙上掉下来了。天哪，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的确是蛮有意思的，小矿工。不过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暴风雪做准备了。老爸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这些人还有比在石堆里面玩更重要的工作。小矿工手上还握了好几个石头哦。各位蓝精灵，可以准备的时间不多了。说吧，走吧。哼，有什么事情会比挖矿更重要啊，小笨蛋？走吧，在我查出这个奇怪的石头是什么之前，我什么都不会去做的。真是太好了，这件衣服够我们度过整整两个冬天。一个给小美人，一个给我。哦，希望这些松米会够给所有的蓝精灵吃。这个冬天一定很漫长。我们聚的这些木柴应该很够保暖了。小壮丁，谢谢你跟小懒惰。哦，是吗？我刚才问小懒惰要不要跟我一起锯木头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看到的会是这种画面。哦，这真是太棒了，这样的夜晚真的是好美好暖和。我们可以在这个温暖的火炉前打发时间，一直到暴风雪停止。我讨厌等到暴风雪停止为止。没关系，至少我们的东西够吃。但是老祖父，没有人会喜欢吃冷冻食物。现在怎么办，老爸？这场暴风雪如果不快点停止，我们就会冻死了。我知道，小美人，我知道。我挖的越久就找的越多，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些石头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小笨蛋。真不敢相信，这下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小笨蛋，你感觉到暖空气没有？小笨蛋，这个家伙到底又怎么了？哦，我的天哪，这个家伙竟然变冰了。这样就行了，小笨蛋，这些空气应该可以让你暖和一点。天哪，谢谢你，小矿工，谢谢啊！太神奇了，真不可思议！天哪，小矿工，这些暖空气是从哪来的？我可以肯定，我绝对不知道答案。不过我敢说，其他的蓝精灵一定会很想来看一看。没有想到冬天这么长吧？对对对，老爸，老爸，老爸。所有的蓝精灵都必须立刻跟我到矿坑去。要做什么？你又发现别的石头了？
这次不是石头小壮丁，我找到一个充满暖气的隧道了。暖气！快点！走吧，小关公，我们也快去啊！快点！我们不能整个冬天都挤在这里哦。不用担心，小帮手，只要找出这些暖气是从哪里来的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暖了。我觉得这个地方真是恶心，有点阴森森的，就算多穿好几件衣服也暖不过来。老爸，我们到底还要跟着小矿工在这个疯狂的地方待多久的时间呢？既然小矿工说要挖，我们就挖吧。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老爸。可是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撑下去了。天哪，小矿工，我从来不知道你工作的这么辛苦，你都不休息一下吗？如果你不想从头来过的话，就绝对不要停下来。好嘞，我终于找到要找的东西，真不敢相信，我从来就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哇！你们这些笨蛋厅长，工作的时候给我动作快。晚上贵格，我在这里流的汗还真是多呢。你觉得没错，莫多，可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都已经在加倍的工作了，可是还没赶上进度。没错，不过你想在我们挖了100年的煤矿之后，他们会让我们休息一下子吗？又红又热的石头，大家快来叫！走，贵格，我们去吃午餐。又红又热的石头，大家快来叫！还不错呀，不过得撒点盐了。给我回去工作。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午餐吃完的。我的老天哪，我以前从来没到过这儿啊。我想我们一定已经到达地心了。你们看看那个炉子有多大，这些动物一定想做个大蛋糕。嘿，这不是用来烘焙的，在我看这是用来让这里加热的焚化炉。你们快来看。哦，天哪，这些一定就是我发现的那种黑石头。没错，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这真是太好了，我想我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了。我还找到了几个煤炭贼。对付煤炭贼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工作到脸色发青为止。你听着，工作的时候不准睡觉。天哪，简直把人当奴隶嘛。这全都是我的错，小帮手，是我把大家带到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地方来。你只是想帮忙啊，小矿工。拿来给我。好了，回去工作吧，给你用这个十字镐太浪费了。难道说好了，你们这些小东西快点进去吧。太过分了。好，换班子在哪里啊？你们听到工头说的了，还不快走？又红又热的石头，大家快来救！我这一小口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哇，一天挖20个小时的煤矿，真的是会累死人啊！你不用害怕，小帮手，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了。这真是我听过最愚蠢的一个计划了。我认为小矿工啊，他想的这个主意也挺不错的。可是老爸，一开始把我们带来这里的就是小矿工。如果有人问我，我认为我们就算找别人，他到哪里去了？哎，小聪明，你在哪里跟我说话？哇，太棒了！小矿工挖矿的速度要比我画画的速度还要快多了呢。不论你了，小矿工，我这就过来。真高兴见到你。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嘘，有人过来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石头。我说你，快点回去工作。对，快回去工作啊！现在怎么办啊，小矿工？我们要想个办法把其他的蓝精灵都弄出来，跟我来。快点，快点！挖快点！要是再不快点想想办法的话，其他蓝精灵会工作的累死的。真是舒服啊，龟哥！这是我工作了100年以来第一次知道让脚凉下来是什么感觉。我了解你的意思，莫多。要是没有那些蓝色的小东西到这来帮我们，让地球保暖，
这整个世界现在早就已经冰冻了，我们自己绝对做不来这些工作。对呀、啊，我本来差一点点就要累死了。也许他们的人并没有那么坏，他们只是有工作要做，而且工作过度了。那我们又能怎么办？总不能待在这里吧？嗯，也许不用待在这里，来吧，快把煤炭运过来。我们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是吗？我需要你的帮忙，小帮手。我们一成功，就没有蓝精灵需要在这里挖煤矿了。告诉你啊，我现在能帮你做什么呢？你比任何一个蓝精灵工作都多得太多了。现在轮到我来帮你的忙了。我说工头，这些蓝色的小东西工作起来可真卖力。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了，老爸？我也不知道啊。那是个怪物！等等，那不是怪物，那是小帮手跟小矿工。臭兄弟，不要伤害我们！这个机器不会伤害你们，只会帮忙你们工作。你是说你为了我们做了这个机器？对呀、啊，你会发现它的工作效率有多好。谢谢你这样帮我们，小矿工。对啊，现在我们工作不用担心会把杯弄坏了。我很高兴能够帮得上你们的忙。既然这样的话，你们要多少煤炭都可以拿走。谢谢你了，工头。我们握手言和吧，朋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我会比较愿意摸摸你的帽子。好哎，其实冬天也没那么糟糕嘛，只要有火可以烤精灵软糖，还蛮不错的。对啊，一下吃好几个的感觉更好哎。你觉得好多了吗，老爸？我好多了，小美人，谢谢。你们有没有人看到小矿工？哦，小矿工说他要去帮我们再拿一些煤矿了。小矿工，难道运送煤炭没有更容易的方法吗？相信我，这是唯一的一条捷径了。